金毛跑丢了还会回来吗？据不完全统计，狗狗丢失找回的概率不到30%。虽然金毛都能通过嗅觉和记忆来找到回家的路，但还是会受到离家距离、丢失时间等诸多因素影响。因为金毛容易亲近人，因此很可能会被路上的行人吸引，或者被人当作没人要的狗牵回家。更危险则可能会遇上狗贩子。一般来说，如果超过3小时没回家，回来的几率就很小了，但主人还是不要放弃寻找。